既然不论穿什么都会让大家磕 CP， 那就设计自己喜欢的服装。那些不愿意醒来的人，只能说我们的缘分就已经结束了。该下山了 CP 粉们，中国剧山河令捧红张哲瀚和龚俊，男男组合的浪浪丁 CP 吸引无数粉丝喜爱。没想到张哲瀚却在当红之际被挖出过往日本靖国神社的照片，被认定为亲日入华分子，一夕之间遭中国娱乐圈全面封杀。事隔九个多月后，张哲瀚日前在 IG 先以手写信控诉和山河令另一位男主角龚俊早已经没有联络，但对方代言却总是出现与他有关的元素，网友笑称这是死去的老婆复活来离婚了。昨天在以影片出招，当你待在锅底想往上走的时候，止不住有人不断往锅里倒油，让你脚底打滑，苦不堪言。如今想想，这个把我推向锅底并不断倒油的人是谁？一个上节目都要盗用我童年时期的照片来引导粉丝进行磕糖的人，真是颠覆了我的三观。你们不愿意醒来是你们的自由，但请不要伤害我的家人和朋友。人生不可能尽是坦途，但求无愧于心。让我们一起坚强坚持坚信 Find your voice。